近有个舞很红，叫上下舞，你不会还没看过这支破千万的影片吧？啊！听台下这群豺狼虎豹，不是，是热情粉丝们的嘶吼，避免你还在状况外，让虎哥告诉你，影片里这甜美脸蛋搭配惹火扭臀舞蹈造成网友疯狂的女孩叫做 Honey， 是韩国女团 EXID 的成员之一，最近可是从韩国到台湾都被她掀起一阵 Honey 团热潮呀。我说我们做人才不会这么肤浅，会喜欢哈尼绝对不止因为他有大辣到崩溃的 model 身材，却又一脸无辜眼神，再加上清纯又甜美的脸蛋，呵，虎哥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舍弃原本的小野猫女神泫雅嘞？事实上他最近在实境节目《我去上学啦》和其他偶像一起重返高中生活念书，呵，本来虎哥还带着看戏的心态，结果哈尼马上打脸虎哥，不仅在有外籍老师上课的班级中以近乎母语实力的英文对谈。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blems that you are facing right now with your children? When we go to restaurant together, our kids are whining and screaming and keep pushing the buttons. 连在中文测验中都拿下高分。大兔子肚子大。小兔子肚子小。更扯的是他不仅语言能力惊人，就连虎哥最头痛的数学他都上课上得津津有味，要解题也没在怕的。3번에1번요극한은0이다맞아요틀려요아역시정답이야整个就是把其他偶像玩儿压着打呀。原来哈尼表示自己其实很喜欢念书，而且他的 IQ 可是高达145呀。而且在韩国一片人工美女风潮中，虎哥觉得最难人可贵的就是哈尼是真正的 natural beauty 呀。他不仅说过自己想整形，却被妈妈反对，立马打消念头。最近又有网友挖出他的童年咒，是不是母胎美人有图有真相啦？哇哦，看着纯天然卧蚕无辜打眼，再加上透嫩肌肤，说他没整，虎哥相信啊。好了，这么完美的 Honey， 如果硬要说一个缺点的话，那可能就是啊，단점이있어요 Honey 씨다리벌리기때문에弟弟 Honey 甜美的外表下藏了个汉子呀。哈尼虽拥有芭比娃娃般的精致五官，坐姿却十分豪放。哇哦，你的腿腿也太开开了吧！妈妈知道你坐下来后这么帅吗？甚至就连在节目上大方表演自己用脚自拍的糗事，也没在怕的啦。지금보시면要跪了吧，上半身是女神，下半身变欧巴，不到。